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动物农村。米菲现在是什么酒馆的老板娘吗？没有错。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菲。好的，那这个酒馆的话呢，目前对时间点已经够晚了，所以没有人在这里面喝了。那看来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个晚上都一定会来啦，他们也是看心情的。然后现在是大家的睡觉时间了，可是他好像很喜欢在这里表演的样子哦。对啊，对啊，他就一直站在这边嘞，他连坐都不坐了耶。他可能会待到一定的时间，都真的很晚很晚，他才会去睡觉那种。而且他的熬夜，他还是他站着睡着，他的黑皮有在增加哎。哦，光是待在这里都让他开心吗？对啊，他站着就开心了。哦，站着也开心嘞。真不错，不过呢，他又开心就开心了，所以现在77了，刚刚76，现在77，他站着就开心了，哇，真不错。那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会需要再一个吟游诗人，然后应该就会有两个，就是各站在一边这样。他走了，他要休息了吧？我说啊，该休息了，该休息了，终于是该休息了，也没有客人了，没有客人要来了，这个就回去了这样子。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要去火山冒险了。哦，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对不对？那其实它就在我们南边而已。哦，那里会有很多怪吗？欸，去了才知道啦，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没有进去过。不过我在南边有看到一个火山，就是因为南边这边其实有另外一个村庄啊，我曾经破坏过一个村庄。曾经破坏过？对，欸，怎么有女巫在路上？等下有女巫在路上是怎样？先射死他再说。OK， 他死了。OK， 所以前面就是那一个村庄曾经被我给破坏过的。可是就在这个村庄呢，再更往南边走一点点，那个火山其实就出现了。所以它那个火山地牢离我们其实一直都很近，只是我就没有多走那几步，所以我只有最近才发现那个火山。啊，你还待在家里？不是不是，我被一群僵尸包围了。啊？那不是代表我们家很多僵尸啊？家附近很多僵尸。哦，好吧，我们可能在那边站太久了。嗯，我们在那个酒馆里面待太久了。是的，我们在这边已经可以看到火山了。哦，明明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之前我为什么没有发现它那一个火山吗？对，欸，你有看到了吗？我来踢踢你啊。 OK， 来了，请看。哦，而且它是看起来是已经喷发的那一种。好多哦，天哪，好大一个！哎，欸，这有点大了，对不对？我的意料吗？对，超出你的意料，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么大的火山，是吧？对啊。但重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它的旁边，火山的周围有一大堆的矿物。可是这个可以挖吗？这好像不行，欸。哦，对啊，看能不能挖，就是对，我不知道能不能挖。这附近这个啊，对，完全不能挖。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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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惜，因为它就是地牢。看能不能够，如果能够突破这一个限制的话呢，其实我们有用不完的绿宝石，欸，因为这里面其实就有绿宝石。真的假的？对啊，就在这边啊，你到处都是绿宝石啊，你看地下。哇哇，好想挖哦！对，不知道能不能够在设定档突破这个限制，只要能够突破这个限制呢，基本上就 OK 了。看得到挖不到，对，不然的话看得到挖不到是蛮讨厌的。那只是说这个地牢我们要怎么去攻打的问题啊？怎么走进去吗？我刚好像有看到一个，我们好像到处应该都会有一些入口可以进去吧？嗯，你们要找一下。其实有可能那个入口被岩浆给挡起来了吧？开住，嗯，啊，有可能。哇，你看这边到处都是绿宝石，有没有？眼前都有绿宝石，好吸引人哦。对，我们应该用扫把飞上去看的，搞不好是在最上面。对啊，我看到上面其实有一个大洞啦。哦，有了有了，这边有个大洞可以进来。对，这边有个大洞。好，这样看看。是的。哇。然后到处也放眼所见都是绿宝石。好想挖。可是没有没有，这边到底是不是地牢啊？不知道哎，欸。它会有点荡荡的，是因为岩浆的关系吗？应该是。但是没有怪吗？这边好像目前都没看到任何的。哦，这边我看到了那个岩浆口在这里啦，危险！哇，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下去到底会怎么样？下去会不会就上不来了？哇，有可能哦。
我先下去看一下好了。我下面有什么东西耶？有东西，下面有东西。哇！下面好像是地狱的东西耶！等一下，地狱？对，下面好像是地狱的东西耶！小心，小心，这边太危险了。我感觉这个是需要魔法扫把的啊！对啊，你看那边有一层一层，哎，有宝箱哎，有宝箱，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这边确实是地牢没有错。可是要怎么下去？这感觉就是需要扫把，而且我们只有一个扫把啊，一个人 TP 就可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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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心进到了，惨了惨了，我挂了吗？你 TP 我 ，TP 我。OK OK OK OK。我不太会操纵那个扫把、欸，可能会直接飞去岩浆里面。有点尴尬。我把那个扫把，等下我带去给你啊，我去拿那个魔法少女不会用扫把，没有错。还很骄傲，会不会用坏？好了，我在想我这边，哎呦，不能打扰你了。我在想我这边到底能不能解除它的限制，因为这边有这么多绿宝石的话。我们的发展就会很快了。哎、欸，这扫把是会回到我身上，是不是？因为你是魔法少女啊。马后修九，哎、欸，你看下面那边，感觉是那一块，你小心哦。OK OK， 我很慢，我很慢。欸、有那个。那到底是什么怪啊？对，有用魔法的。哎呀，那什么？我下来了，我下来了。这什么？这哥布林吗？这有点像哥布林，但它不是哥布林，它是什么？地狱哦！哎、欸，哇，很像地狱。哎、欸，他会打到自己人，他们的法术打到自己人了。哎、欸，他们的走路很慢，所以这边还算好打，因为他们走路很慢。对，他们也会喝哎、欸。对他们也会喝，这到底这是什么奇怪的怪？这也是地狱的怪啊！掉煤炭哎、欸，他掉煤炭，掉煤炭。对，哎、欸，他好可爱哦、喔！哎、欸，他掉法杖了，他掉法杖了。哎、欸，我把他们都引出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如果全部进岩浆会不会出事哎、欸。可是他们会掉东西耶，他们几乎对哦，我每打完他们以后都会掉一些宝物哎、欸，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我刚看到那个补血法杖的，好像六七只以上，真的假的？对，虽然补超快的，六七只，你那把，六七只补血法有补血法杖的，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啊，因为这边怪也太多了一点，除非让他们全部进岩浆之类的吧，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方法。都是食物哎、欸，其实对啊，结果这个火山哎哎、欸欸，你没有错，我也回到家了，不要打我，过来就立刻被打，在传送过来那一瞬间，血量就已经不到一半了。对啊，哎、欸，我又找到那个了，它有两个药水，你可以和那个，我们可以和哦，又有扫把可以出来了是吗？对对对。你要喝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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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的，那一定要的，就是扫把要多一点嘛。好啊，好啊，对对。哇，欸、这边超壮观的，他们疯狂的补血，他们一堆人都在岩浆里面，然后他们疯狂的补血，根本不会被烧死。太扯了！哇，他们补到了不会被烧死啊！哇，哎、欸，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但是一堆死亡点，但是他们也死了，差不多了。可是，在下面这边把他们都解决掉了，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用意，就是。对啊。哎、欸，其实啊，这边有路可以上去啊。其实应该是从这边下来的吗？这边有条路哎、欸。这边是迷宫哎、欸，这里面有迷宫。真的？对啊，真的完全是迷宫哎、欸。对，我刚从最下面那边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走进来，然后是一个迷宫在这里面，有生怪砖先挖掉好了。这里面居然还有迷宫哎、欸，真讨厌！这么大，哇，又来，这带着皇冠吗？这个怎么看起来像带着皇冠的样子？对，他那个是贴图问题吗？他们不会补血、欸？对，这皇冠被打掉会直接那个哎、欸。这边还比较弱一点，这一边啊，我已经没有火把了，但我可以，我可以合成。这么多人，哦天哪、啊！哎、欸，还是有这种常见的哎、欸，真的，他们还趴在地上的那一种，搞什么鬼啊？对啊，为什么这边的都趴在地上啊？我觉得这边是地狱
欸，这应该不是火山，我在想。对啊，就是地狱地形的啊。所以 你衣服爆了。对啊，我衣服爆了，所以要偷他们的啊，可是他们不掉也没办法。天哪，这个是火山，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地方啊！可是我在想，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从上面要找一个路线进来到这边？有可能哦。对，然后才会进到最下面那边。那我因为我们是直接跳到最下面的。对。天哪，那这边到底？这边如果是一个迷宫的话，又不是知道是要走多久的一个迷宫了。但这个迷宫。也是没看过的迷宫，就是哎、欸，其实也差不多、啊，感觉比较像地牢，不太像迷宫哎、欸，我觉得。对，这就是一个地牢啦，而且一样吧，就是跟之前那种地牢是一模一样的感觉耶、欸。哦，这有那个第二层楼的那个房间出现了。哦，通常那里会有好东西吗？对，没错，也有可能会有更多的绿宝石在那边出现了。但如果说对。我们可以挖他们这边的地牢的话，其实他们这边有什么东西都不是重点了。我们可以挖这边的东西，就是上面的一堆绿宝石，就直接挖就可以了。哦，对，这边有五颗绿宝石在这里面。哦，往这里走。又是这个房间哎、欸，这房间其实已经觉得不太想要打他们了。哎、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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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在地上的暂时性 BOSS， 趴在地上的。哦、哇，他全身钻石。是欸，然后趴在地上的是怎样的？拿着打他。对，欸，会那个。他现在追着我是还好。打你，用这个打他就不会回血了、欸。他不知道是谁打他。对耶，欸，真的耶，他其实一直用这个打他比较好。如果用剑砍，那他还要补血。欸，他们追你去了。我们看他补血了吗？死了，死了 ，easy 啦。然后，哦，所以原来火山下面最重要的也是找到这一个地方的这一个房间哦。哦，绿宝石，一二三，四颗绿宝石，钻石这边又有一堆，金砖又有一堆，钻石护腿，黄金羽毛，不错不错，哎，钻石又有一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边有八颗。好像是这样，里面再来就是一些肉了。所以绿宝石目前我身上29颗，可是我好像原本有带自己带几颗过来的样子。哦，对，所以不是在这边总共拿到29颗，但是好像也不错了。而且我们那边其实还没有探完，对不对？火山洞口那边还没探完，等一下要再去探一下。然后黄金羽毛四根，又可以做那个鞋子。嗯，好，继续再穿那个鞋子。里面有一瓶药水啊，你看。太好了，药水先拿了，还搞不好还可以拿来做那个什么，做飞毯之类的。飞毯可以先做你想要的啊，看你要扫把还是飞毯。对啊，对啊，对啊，我在想说要用飞毯。先看他飞毯跟那个扫把的材料各是什么，但是飞毯需要灵魂沙呢。灵魂沙，哇，那要去地狱哎。或者刚刚那边看有没有灵魂沙可以直接。可以挖，可是那不能挖啊。哦，对哦，那就变成真的要看设定档能不能把那边改的可以挖了这样。对啊，那这样就可以有绿宝石了。都是显露在外面的。对啊，那个绿宝石都在外面。一定要可以挖才行啊！不，我们可以再过去看一趟好了。好啊，我再过去一下，然后死亡点，对，一堆死亡点就是，哎，我怎么在岩浆哦？出来了，出来了，这是我们打架的证明。这里很扯，而且前面其实根本还没打完，这边还有一堆怪在前面，我看到了有另外一坨。哇！天哪，怎么还有那么大一坨啊？那么多吗？对啊，还有整整一大坨哎、欸，他们也是守着箱子的、欸，全部一起出动了，哇！让他们进岩浆，对，让他们进岩浆。哦、啊，对了，我如果说搭乘这个东西，然后看，哎呦喂、欸，我在想能不能让他们直接进岩浆，来、啊、过来、啊，全部随着我来、啊，随着我来啊！有啦，进岩浆啦！他们自己挤来挤去，就挤进岩浆了。他们
还在回血、欸，对啊，就在岩浆里面疯狂补血啊，超讨厌的这个。啊、然后击退的过去啊。对对对对，你把他们打进来、啊，然后就会追着我了，他们就会一直在那个岩浆里面了。天哪！看他们是多能补。哎、欸，他们现在跟着我了。真糟糕！我射一下他们好了。把他们推下去吗？可是他们对啊，就要把他们推下去啊，可是他们。在岩浆里面也可以待好久哎、欸！没有，把它推下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可是他们爬上来不会吧？但现在他们爬很慢哦、喔，因为他们走路速度本来就很慢了嘛，进岩浆又更慢了。所以让他们继续待在里面就可以了。哇，天哪、啊！他们在岩浆里面也可以待好久。天啊，这一只终于死吧！哇！来补血法杖给你。在那边，耶！终于又有补血法杖了，真的、啊。最下面这一层到底是怎样？这边还有一个箱子，哇，没什么东西啊。你有拿到纸的吗？可以合哎、欸。对啊，紫色的这边我还有一把，刚刚有拿到，对啊。有一把，你可以拿去合，因为它那个修补可能会比较高吗？哎、欸，那边有一只偷色，看到了。居然偷色！偷来、欸、地狱石你不是你要地狱沙是吗？灵魂沙，但是它不是挖不了吗？这边都挖不了、啊、不对，那也是没办法。把他们砍进岩浆里面的话，他们不会掉东西了吗？对啊，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远程的射死，然后再去，可是这边打那个，这边主要是他们人都太多了啦，就很麻烦，全部聚在一起就很麻烦，对，直接都把它砍进岩浆里面就行了。那这里面他们这边守护着的箱子真的没多少东西啊，没什么好东西。对，而且我那时候看有的还是空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果然还是只有刚刚那个 boss 的房间啊，让他们自己挤一挤，应该就会进岩浆里了。希望咯，太多怪了啦，这个哦，开始挤进去了。对，挤进岩浆了，太好了，一个一个掉下岩浆 ，yes。还在补血啊，他们哇，还在那个火法杖的也一直在、欸、那个火法杖的，火法杖的也是超坏，火法杖的超级讨厌的，不过已经逼了，拿到一堆安了，一堆的安，天哪、啊，一直在燃烧哎、欸、我，哇这边的怪怎么还这么多、啊？对，这个是一 啊, 啊，这边是一直往上的圆弧状绕上去的啦、哦，我们一直在往上啊。射死了！这里太夸张了，真的。呀、啊，这个火山真的不好打、欸，一直疯狂的死亡、啊，太扯了。他们会一直追着跑、欸。不过好像我们真的只要跑到一定的距离之外的话，他们不会再追了，他们就会在原地就发呆了，这样子就开始聊天了。对，可能没有那么聪明。对他们没有追那么远啊，就还好了。继续往上面走看看好了，很想要知道到底最上面是什么。其实该不会就是那个火山的最顶端而已吧？原本就应该从火山的最顶端跳下来这样。我在想，我好像快要到最上面了吗？但是这边很大的问题是，看起来我们原本也许是要可以挖的才可以下得来，要不然就是要能够电方块才能下得来。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死亡点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说那一个火山到底有多可怕、多夸张了。所以像这样子，那我们探那个火山理应来说就应该要得到更多东西了才对啊。可是并没有，對，那边它掉，就算它会掉一些东西，但是也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用吗？对，没那么好用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不过也算是探完了，因为那个火山最后我们也进到了那个里面去，然后最后把 boss 给打倒了嘛。嗯嗯，对啊，其实我们也算是把它给也把它给探完了这样。那先回家一趟好了。好。然后再来的话，就只是设法说，看看能不能设法让那边可以垫东西啊，或者可以破坏方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到很多东西，好东西。而且在火山外面就可以直接挖不少的绿宝石出来了，这样。好了。是的，我又在酒馆里面。还是觉得这个酒馆最好，有没有？超级舒适的，又温暖。
真的。對，所以我现在呢有了29个绿宝石了，那我到时候再看一下设定档还是什么能不能把那个他那个方块保护给取消掉，虽然我是觉得可能不太行。啊，不管怎么说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动物农村，感谢大家的收看哦，期待我们下一回再见了，大家拜拜拜拜。我的胸甲对总是爆掉。